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老师。他是小英，雪梅。那今天我们抽空啊，到我们学校旁边的一个佛教寺庙来参观。OK，现在我们跟着镜头去看一下。那这里是寺庙的门啊，从右往左是集寺门，那左边呢是石喜，右边呢是慈悲。那我们现在跟着镜头进去看一下，OK。那这里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多洞郡哦，在越南首都河内呢，大大小小的佛教寺庙呢有860多处，非常多。那我们学校这边呢也有一处，OK。我们看一下哦，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寺庙，哇，感觉好有年代感。这个寺庙虽然小，但是感觉历史文化悠久啊。咱们看一下先。小英，咱们进去参观一下。这里边建的像小院一样，这是什么砖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对，柚子。走吧。让我们看一下这里边供奉的是谁。淡吉寺，看到吗？这里才是寺庙的名字，诞辰的诞啊。OK，这里有一个九重运啊。这个是九重什么气还是劲啊？这个越南的这个叫男子啊。国色倾城天下有。莫临神女世间无。OK，那我们往里边看一下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看一下来，慢一点。OK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小英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蓬莱宫，蓬莱仙境，古代秦始皇。寻灵丹妙药、仙丹的地方啊，蓬莱宫。那这个是奉万灵剑阁城四府权衡，这是越南的这个圣母是吧？对，圣母姐妹。咱们先到里边看一下主殿里边是什么。静如在那里，清风明月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屏风，看一下，2004年修的清风明月。我们看主殿，观世音菩萨，那这里，咱们现在进去，对，菩萨，从这边进吧。上面有匾“护法王城”哦，我们在外边看看就好了。慈悲，什么广大？再看一下这边的普利群生。
那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刚刚参观了一下这个，非常有名的这个寺庙哦，赞吉寺啊。那在越南语呢，它叫 Jonam 啊。OK，你好，你会中文吗？一点点。OK，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你学中文多长时间了？我学中文1年了，一年了。哦，我看你一个人过来寺庙求愿是吗？求愿。那是去工作吗？还是我是工作的，工作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秀云玲。云英。那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27岁。27，成家了没？我还没。还没有。有没有男朋友？还没还有。没有。OK，那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跳舞，跳舞。还有我也喜欢去庙庙拜的。哦，去寺庙。那你是信佛，对吗？对。那你知道你拜的这个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对，观音菩萨很灵的，对，是，我们佛教在中国也是信观音菩萨的，中国很多嘛，对，是很多，大部分寺庙都是这样。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太原人，太原啊，好，那你来河内多久了？我来的1个月了。一个月啦。那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啊？我以前是在台湾的，在台湾啊。你什么时候去的？我去是2021年的，2021年。哎，那个时候还有病毒啊，你怎么去得了？怎么说呢？是朋友帮你去的，还是中介公司组织去的？我是中介办过去。中介啊。那去台湾贵不贵？我感觉很贵的，中介费大概多少钱呢？方便说吗？6000美金，6000美金，这么多？对，哦，那你到那边工作的话，薪水大概多少钱一个月？我的薪水是25000，25000台币。对，25000台币乘以700。哦，2000万月盾呢？才对。2000万月盾哦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交的中介费就基本上一年白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1年的，一年哦。那你，每周工作几天？我每周工作是5天的，那加班呢？加没需要有都没有加班，没有啊？每天几个小时？每天都是8个小时，8个小时。OK。那你去工作了多长时间？一共我是3年，3年。那3年你感觉怎么样？在那边工作，我感觉也还好呢，你但感是，觉自己有没有收获？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。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？那三我年现嘛，在，去工作3年回来，肯定赚不少钱嘛，是不是？是。对啊。是要，我看很多越南人从台湾回来的话，都是要给父母买地啊、建房子，是是不的，是？是。那你回来有没有给父母买一块地啊？有没有？我还没买，因为钱呢，没不有。太够。对。好，没关系啦。你中文，你去的是去台湾之前会中文吗？我之前去的是不会的。不会的。那就算你没有赚到一分钱，你现在中文我这样跟你讲，你都很可以听，可以回答，这就是你最大的收获。对，你收获了一门语言，那你会了中文，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用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都可以用，这个是无形的财富财产。那你以前在台湾什么地方？我在台北的台是北啊，北部，
台北什么地方喽？是新庄的。新庄区。新什么区？新庄。新庄区。哦，新庄区，这是真的有这个地方。那你去台湾三年了，有没有去玩一玩、转一转？我有。有啊，都去过哪些地方？方便分享一下吗？我去很多的地方。嗯，比如呢？我去101的。101大楼。对。日月潭的。日月潭。高雄佛光山的。佛光山。对。高雄佛光山。阿里山的。阿里山也去了。我有阿里山去了。哎，我很喜欢阿里山，真的很喜欢。那有没有去啊？士林夜市啊？对，去了。我也去过了。嗯，那台湾的美食你最喜欢是哪一款？我最喜欢是垦丁的。啊？就台湾的小吃、美食啊？你最喜欢是哪一种？我是喜欢吃火锅的。火锅啊？嗯。好吧。好，那你回来越南一个月了是吗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我现在是，我还没有工作是吗？对对，我现在就想找工作。找工作是吗？那你想找什么工作呢？我想找工作可以用中文的。可以用中文练习中文。对的。那我在越南有4-5年了嘛，我教中文。也认识一些这个中国或者台湾的企业家嘛，很多。我可以要一下你联系方式吗？可以。对，这样的话别人有需要招聘中文需求的，我就可以联系你。你用 Zalo 吗？没有用。来，我帮你说一下我的号码啊。这里没有的。这里没有 Zalo 啊。那我把号码给你写这上面好吗？对，好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存一下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。对对对。你叫垂林是吗？垂云。云林。云林。云英。英的英国的。好的好的，好，非常感谢你啊！今天认识你很开心，希望呢，今后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。那如果有用工需求的，那我也会主动先联系你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